咩啫？拍视频啊！你拍视频你行，你站到中间拍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正一点嘛。嗯，正一点怎么拍？你来拍的。应该拿个三脚架放的。打这个什么？你拍这个来干嘛呢？这个可能会存到那个那个冰箱里面，拉上面的有用啊。怎么？你的手很重吗？我帮你扶着。不是我的手，单手不行。感觉这个好重啊。我就是怕把它那个。是吗？手抖嘛，就扶一扶它嘛。感觉整个状态是有点像。向下的来，应该往后一点，然后把镜头拉。那近一点就舒服一点了，拍起来。没了。没有吗？那他没有，他就排了这么几个，最后那个没排，没有的。哦，他的意思就那上面没有搞图案吗？没有，不是没有打图案，但是就排版的时候就排了这几个嘛，这边是空的嘛，他就放多了一个进去的。